为所有兄弟姐妹们的爸爸，祝愿你们的爸爸永远不老，永远年轻。嘻嘻哈哈，我像洋娃娃啊！我有一个老爸爸，他今年78，他没有烦恼，没有忧愁，每天去玩耍。他听到现在流行爸爸回家吃完饭。78，他没有烦恼，没有忧愁，每天去玩耍。他听到现在流行爸爸回家吃完饭，他急急忙忙回到家里，妈妈不在家。哎，我跟你说哈，兄弟们啊，这个现在眼睛。